那么花莲县政府除了是配合中央 CDC 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将在26号同步上路的居家隔离3+4的方案，同时配合中央也不再提供确诊者暗号和足迹。不过若是确诊的话，务必还是要配合疫调作为，主动联系，减少医院与卫生单位联系厘清的时间。指挥中心25日宣布，居家隔离自26日起缩短为3+4，前3天需待在家中，一人一室，不得外出。3天居隔期满，快筛阴性后，进行4天自主防疫，每天进行快筛，外出全程戴口罩，可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外出工作，但不能聚餐或到餐厅内用，不能到校上课。首先，不发足迹，并不代表不疫调。好，我想我们对于每个个案还是会做一个初步的一个疫调。当然，在做疫调过程中，如果发现到有热区的话，那就会在这边好告诉我们的乡亲，让我们乡亲提高警觉，甚至在某个时段、在某个区域，那有一些重叠足迹的，那去做快筛。当然呢，我想对于县府来讲，或是对于一些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的关键的单位来讲，它其实可以来应用这个时候做一些分仓分流、好异地办公或者居家办公的方式，一样可以来让这个4天让他跟同事相处的机会会比较少一点，那也比较不会造成一个传播链。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制度没有最好，也没有最理想，也没有最完全，但是有最适当。好，我想今天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，一定是经过很多专家学者对于整个疫情的判断分析之后的结果，所以没有最好，没有最理想，也没有最完全，但是有最适当。那花莲县政府当然属于中央政府底下的一个县政府，所以我们当然会配合那跟随中央的这个步调一起往前进。新这3天居隔期间不会再使用电子围篱，但请确诊者务必配合疫调，整理足迹与框列名单，主动提供卫生局，减少医院与卫生单位联系厘清的时间。记者蒋邦彦，华联社报道。